我跟老板打了一架。你咋合计的？你把你工资降了吧，你把我工作保住了，把提成降了，你不疯了吗你？听说拿帮嘴打了。啊，不是都知道了？隔壁公司的。我操！我哥传媒拍摄吧，我老板也旷了去信了。你别和这走，这一楼大厅不让抽烟。我都不干了，你不干了吗？我也不干了，我干啥呀？哼，哎，王总，现在不啥打算呢？没有打算呢，我可能就不能拍你是大头母亲的剧情了啥的了。你净说那话，这不还没离职呢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真离职了，我可伤心了。不是我，哎呀，你别磨叽了，你打人那冲劲儿呢？磨磨唧唧，听我的啊，这么办了。那没，附近的饭店我请你吃个饭啥的。哎呀妈呀，你可拉倒吧！你还有钱吗？你那钱不都垫拍摄里了吗？谁说的？不，你给我转钱干啥呀？你这干啥呀？我给你拿去。我。我不能要你钱，我拿你钱叫什么事儿啊？给你拿去呗，拿去退货。我给你退回去啊。不要，你吐快点。哎，王总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能不多想，不是，你这是。